像还有到里面一些文物啊，这些保管。我们现在等于是说，有些是一体的，就连在那里，所以就比较更纯，就是要有保存，就是公开这样。那动态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等于是血盆分散。大娃现在是造物站没有拍，所以这个拍的比较少。我们这一条线都没有改，没有改过面吧？不像内外有改过。火车从我家边经过，这是特色。你不要前面把围一个围栏，他也抗议。所以说放电灯，他就在轨道上放。他跑到这个车子来了，他就赶快离开。但是这些商家的老板都会啊，他们什么时候啊车子几点到了，他们都记得很清楚。他都会啊自动的会跟那些一般民众讲。不知道上一次去有希望我们做一个宣传小册。那我们就是看到有那个铁轨上放天灯啊，我说我们不能用这个，对的，我们那个哎对对对，我说其他可以用，我们不能用，对。